不称职 YouTuber。 Hello， 现在早上7点半，我们要去宜兰抹茶山。我们现在在五峰旗峰景区的停车场，我已经想走了，太阳太大了吧？太阳有多大？了吧，无云呢、欸哦？等一下，我得给你们看个东西，是清代凤蝶，跟洞山里面长一模模一样样。这边现在9点，听说这个步道总共要6小时来回，5点多公里。我们要往圣母山庄，前面是我们两位专业的朋友耶。Yeah! 走进来一点，有一个这是什么啊？这叫水坝吗？大家如果没这么有志气的话，其实车都可以停过来，但我不确定要怎么开过来，但你想个办法。就可以少走一点路，大概可以开到上坡之前。我们现在爬了13分钟，真的很累啦，又热又累，为啥要这样搞自己啊？不对不对，我觉得我们进步了，我们缩短跟廖佳琪的距离。律师他们在等我们。这边还有一个天主教堂，前面一点有一个路口可以进来，但我选择放弃。这边只要没有阴影，真的是超级崩溃，崩溃到爆炸，汗一直滴。那边有山洞，看那边脑洞，白痴！他们大家这么早下来，我们在这时间爬是不是愚蠢？大概20分钟吧，已经觉得要虚脱了，好累啊、哦！开心啊，喝水，喝冰就好。我们坐下来休息了。路上有一个厕所，大概是距离1/2小时的地方。你的声音怎么憔悴啊？我真的觉得很累。奉劝大家，那个水一定要带够，因为这种天气真的太需要喝水了。我们带了2个大罐的冰，但我们现在才爬了1/6，我们已经喝了半罐。你怎么好像交代什么意思？哇，前面是竹林呢，好漂亮哦！我已经没有办法拉高我的声音了。不管还是冬天再出门就好，以后不要叫什么4点才爬山，叫冬天再出门。我们已经走了，你也是，大概走了1/3，还有2.9，加油！三K 了，第一部 vlog 的就是永生死亡，真的好狼狈哦！我会不会最后看我长这样也不想剪？你就自己打自己马赛克啊！那个圆圆的，是不是就是抹茶本人？应该不是吧？离好远，应该没有要爬这么高吧？如果不是天气热，应该舒服。因为其实这边没有什么蚊子，没有蚊子就加分。3原则：没蚊子，没蚊子，没蚊子。如果没那么热，应该是可以来拍个美照。那现在太丑了，丑爆了！赶快给自己打马赛克。到了。到什么？休息站。快到家了，我又走了1公里的麦，我好棒哦，好凉哦，舒服好多哦。这里才是真正的登山口的样子。4K。这边有一个休息区，有水有厕所，这边有水可以来洗手擦凉。刚刚空气变冷之前我完全没办法讲话，空气变凉之后就可以讲话了，声音又高起来了。请不要怀疑，圣母登山步道都是上坡，1.6公里， Go Go Go， 完蛋了，是楼梯耶，我爬2步就快不行了，是蛮陡的耶，这样要1.6公里啊。所以还有一个桥耶，0.2了，好远哦。受到路人的鼓舞，毅力加一，好像豆干哦。到0.5的地方，我渐渐不能讲话了。这边地有点滑，刚刚有一个人差点在我面前滑倒，差点以为要不要敲下山。谢谢，加油！来自远方的小孩的姐姐，加油！加油，我一岁了。快到了，然后还有一小段，但上面景很漂亮。真的吗？对，真的抹茶吗？OK， 路人的鼓舞，毅力加二，1.54，还没到，已经爬了2.5小时了的意思。哦，这真的超级累，想说来拍照嘞，拍啥照啊？为什么在 IG 上面的照片可以长那样啊？完全不长那样子啊！他们在上面休息了3个小时啊。我们走到看得到风景的地方了，宜兰的前面，那边是海吗？对。好酷毙哦！现在好险，现在是云出来了，不然这边太阳出来，哇哩嘞，不用爬了，直接死亡。1.4，路人的鼓舞，100公尺就到了。好的，谢谢你。这边的风景看起来跟台北不一样。我现在只能这样讲话，我真的没有力气了。彩色苍蝇，不，哇，我们的朋友在好远的地方啊。没关系，每个人都走在自己的时间轴上，励志，赞赞。大家有看到那里吗？那里就到了。我好想要躺着洗澡喝饮料。可以感受到我走多慢吗？1.6K。
在理财是抹茶山，那边有一个池塘，对，就是卖饮料的地方。我们那比这么晚上来还有，真的吗？对，通常11点就没了。一瓶多少？多好，反正都是捐出去，没有入我口袋，这边都有收入。那搬这个不是很重？训练啊，还有一些山友在帮我。你该不会每个礼拜都来吧？大部分。真的假？太酷了。做两个半月，4月底开始。谢谢。谢谢你，辛苦了，太厉害了！我可以玩杂耍了。哇，好棒哦！这真的是圣母步道哎，不是随便取的。这也爱过这个哎，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吗？哇，这里走上很酷哎，而且很凉。这里就是抹茶山啦，这是我流汗必备，凉凉湿纸巾，擦完就活过来了。我恢复活力啦！这里好漂亮哦，阳光出来了。长很酷哎、欸，就是这边的那些树啊，像模型，好可爱哦！我恢复活力了，米娜桑，我们来走最后这一里路。上面长这样，上面是另一种抹的感觉，那也蛮美的、啊，很像一坨一坨的浩克。我已经恢复活力了，给大家看看宜兰的田景。我觉得田景海景超美，嗨，我很漂亮。真是恢复活力，接下来就是下坡，除了膝盖会受伤以外，其他都没什么。不过现在整个恢复活力了，判若两人。刚刚在上面看，就想说下山的人为什么那么快乐？我现在也好快乐，快乐爆，完全就不是刚啊，快乐！你也快乐吗 ？Happy，Happy， 麻烦你了，谢谢你。这边其实还有一条路可以攀，一个小百岳，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旁边就有一条路，然后还有一个山屋，哇，那里还有太阳能板嘞，好酷毙哦！可见这里有多热啊！是圣母山庄，然后通过这边就可以去爬那个小百岳。刚刚听别人说，好像就是在30分钟上去。这边无痕山林的关系，所以这边都希望大家连上厕所的东西也要自己带走，大家爱护山林。下山了，下山了，天气凉起来，我们步道出口。哇，一走下山顶马上就一点都不凉爽哎，闷气死，马上就有点笑不出来哎，是怎样？现在很热呢，应该可以一个半小时就走完吧。我们3小时上山的话，真很热哎。你们看看这太阳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听到了远方传来的雷声，等一下要是下游就不妙了，我就会摔死在这里。到那边大概多久时间？哦，有点久，有点久，20分钟哦，慢慢爬，山里面比较闷，上去就会很快乐了，就会变成这样了，上去会很凉，对，上去凉完就可以开心下山，耶、yeah, ，加油，快乐，一路上帮大家加油，因为刚刚也一路上一堆下山的人帮我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还没有，还有很远呢。书法老师就这样用迅雷不及掩耳速度超过我们了。他刚才头高涨，这是什么速度啊？哇，我们到一个休息的地方了。这边0.7K， 我们大概走了20分钟，比上山轻松很多。我还可以边跳加油之舞。0.3了，这边是刚刚瀑布的地方，这边要小心滑滑。我们回忆到登山口了，哇，好棒啊！哇，好棒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反正大爱走下。2:06，大概走了40分钟吗？接下来就轻松啦，难怪大家都这么开心啦哦！现在有余力欣赏这片竹林了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丧失了灵魂，有何益处？爬山总是可以获得一些人生的启示。人生有没有新的感悟？压力好大。竟然还没有释放，看来是不够累。到教堂以为已经要下山了，结果还有超爆长一段路。本区域禁止水上活动。这样算下来，我们上山直爬3小时，休息啊、拍照大概也是1小时。下山其实也花了快要2小时哎，大概9点半上山，我们现在3点半走到这边，真的要耗6个小时在这边哎。3:40回到停车场啦。真的是我们没有爬过这么久的山，我们以前可能不叫爬山。虽然上山现在快死了，现在可是一条龙哦。抹茶山没有要爬6小时的觉悟，先不要来，先
真的脚会蛮酸的，心很累，天气又很热。冬天来的话应该还不错，前面应该就不会那么辛苦。然后山真的漂亮，也可能是因为爬了那么久，所以更漂亮了哟。宜兰抹茶山到这边，拜。我们一上车就下雨哎、欸，是不是超酷毙万岁？基隆乌龙阿给吃起来，吃鸡会不吉利哦。